们天天叫我老女人是因为我的发型吗？今天我要自己剪一个。寄给我的小拳拳，我化了个妆，我们穿上看看吧。讲一个恐怖故事，过几天就要开学了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再等程序一下那个呀，啥？真的？还有那个，你自己摇嘛？不行，要在旁边拍娃娃蛋。娃娃蛋。哦。操！来吧。Music。社会。我来。我女朋友上场了。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。哈哈哈哈哈！在搞两遍。